猴哥，我是肉汁，有没有人要给我报身份？我是肉汁，我是肉肉汁。汁儿。猴哥，OK，猪头。你们俩报吧，我走了。我没，我太阴图九，我都你有刀吗？我都这样了，你有刀吗？你有刀吗？我没传单，我没传单，牛逼好刀！哈哈哈哈哈！谁杀狗了？说是没看清啊！说实话，我真没看清，好吧？那你要躲远点吧，是不是？上来太医直接说啊。只要鸡腿落地，就算他输，对吧？没事，你的鸡腿也没落地，我按了 R 啊，我狂按 R， 我报警，那个太医突就走了，不重要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谁刀的我是真没看清，因为当时那情况大家都在晃着动的啊。因为他们如果站着不动是有滑铲的，那都是晃着动，但是有 N 姐，还有谁在？晃的有点乱，我狂按 R 啊。太医突就走了，那你们聊啊，过。我是肉汁，猪猪跟我报了身份，然后遇到了王爷跟叔叔，王爷要跟我报身份，猴哥也知道我是肉汁，但他并没有跟我报身份。那知道的就这么多，我知道了叔叔猪猪的一个身份过了。我就不在案发的那个档口上，我当时在菱形桌右边击九九，叔姑很气人的问我有没有刀，有刀刀我呀，在那里递个。我光顾着生气了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挂。Old K 轰轰发言，我们外面是哪几张？布布、苏苏、王野、轰轰、猪猪，我们五张牌是在外面上面走道的，所以你们里面就聊就行了，好吧？跟我们五张没什么关系。过。已知太医是一个秃鹫，朱大强一没吃五二，他没有刀，那这把他应该是个好人。然后步步是幼汁儿啊，他跟猪猪公主一块走了，然后我们都在饭堂，就这么多挂。嗯，我要说的跟步步差不多，我跟王也在那个发动机里面复活，复活之后就遇到了步步跟猪猪，然后步步是那个肉汁，然后我们在那个夜市上面的时候，王也想去跟那个肉汁报身份的时候就被拉进来了，其他没来过。猪猪公主发言，这把我不知道你们饭堂发生什么，我是全程跟肉汁一起的。这个孙悟空在我这里有66.66666666987%的概率是个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布布一说他是肉汁，我说布布给你报身份，我们俩走，猴哥转头就跑。我觉得是个好人，应该就先跟着跟肉汁跑，但他转头就跑了啊。过。我咋感觉这狗是十八 Z 杀的呢？因为十八 Z 好像离那个最近。但是十八岁又笑得很开心，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杀了狗很开心，杀到狗了很开心，还是说作为好人很开心，我不明白。轰轰，我也知道我的身份，很快就会暴露。好吧，当时恩姐、拉奇、十八岁都关一个人，他们三个人都应该知道我的身份。我现在还没被拘，说明刺客狼不在他们三个人里面，但是里面肯定有一匹狼。如果有人递我身份，我直接挂他票了。过。西恩发言，我就只能说弃票吧。我数三二一，三不谁不弃票谁为狼，因为死的是个秃鹫，不用管，对不对？三二一，我去了。我只能耗子是个什么好鸟啊，耗子。好刀。嗯。耗子有人厌我，我还不是好鸟。自己点的吧，自己点的是吧？啊。哦，你被关了啊！我被验了，我被验。嗯，我一手关灯，然后我进隧道去把他偷偷摸摸的杀掉，哈哈哈哈！太计划通了。我去开灯，我去开灯，我去开什么吧？你去开吧，我这我在这守着猪猪，我怕他来杀人灭口。哦，
猪猪在监狱里变成一个鸡腿，我俩两一门之隔，这能拍得到鸡腿？我有点怀疑猪猪被关进去是不是猴哥给他投进去啊？因为猪猪不是踩了虎哥嘛，然后应该是关灯的时候有人钻井盖给那个猪猪刀了，因为我关灯我就有一个圈我没看见，那个灯修好之后猪猪就变成了一具凄惨的腿。那因为就关灯之后我就跟猪猪说，猪猪我保护你，我怕他们杀人灭口，然后猪猪就再也没有声音了，我还以为他冷暴力我，结果他竟然是死了。那我想出猴哥了，过了。这耗子是复仇，复仇耗子。要我说一个来，你们说完没？我跟你讲，就大强猴哥。好，你来。没事啊，没事，你来大哥，我来，我来一下，我听你啥说。猪猪他在监狱里边，那个监狱的门从始至终没有打开，那么他能怎么死呢？一定是有人钻到了下水道然后把他杀掉。不不，你没肉汁儿。那在我们人群之中里，首先有朱大强，其次有轰轰，有王爷，有叔叔，谁没在？十八岁，十八岁是没有在我们修灯范围之内的，所以这轮全票打飞十八岁。好，等我输吧，猴哥。好，嗯，好，那个好了，来饭堂，其他的我来刀。嗯，好，来饭堂集合，好，交给我了。好一个密室杀人，猴哥，密室杀人送走了。猪猪刚才看不见我在下边是吧？我看不见啊，我那小光圈。好吧。对，没法，我进来没人发现我。我在光顾着看布布了。哎，完了，按错了，应该开个任务吧呀？报警！为什么报警？十八岁加拿大，我走了。哇！好。那么我就寻思这把就怪，就怪在哪？怪在猴哥跟大强那是没争吵过，这俩人加拿大鹅上把就想说了，就一进来就想跟你俩点了。你说朱大强，过出后朱大强过，还拍空格呢，拍空格呢， EBD 拍了空格啊，还说我拍空格，咱俩我有刀啊，我一个变态我有刀啊。朱大强过啊，朱大强 EBD 死前说了他加拿大，过了。这年不是验了吗？这年验的谁来着？验的十八岁吧。我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你们王爷在干嘛？王爷登基了。你没事报自己真身份啊，王爷。啊！我这波加拿大不白死了吗？王爷，我上厕所。你他娘真是个人才！王爷，我上厕所去了。王爷，王爷，我上个厕所。王爷，为什么你忘了十八岁？票杀了十八岁呢？王爷，我去厕所了。我验的是耗子。第二轮你没验吗？没验，我想弃票看看能不能别投，谁投了一票，所以我就弃了。看到没，猪猪把坏进来直接刀。